妈出门骑车买菜，戴上安全帽，但往头顶一看，怎么怪怪的？安全帽无声，那得袂滴。阿妈头发用的啪哩啪哩，绕出一朵花，搭配四颗珍珠和皇冠，有够下趴。安全帽中间挖一个圆圆的大洞，戴上去刚好符合发型。有网友拍下这张照片，阿妈戴着中空安全帽，坐在后座，造型有够滑稽。戴着安全帽，有听人家讲啊，他的特色啦。潮州这位安全帽妈在当地赫赫有名，原来她是太子爷的机身，头发得固定盘起来，儿子在安全帽上挖洞，这样戴起来就不会卡住了。但这张照片已经是一年前，阿妈说现在假的啊，已经没再骑车了。现在已经没在骑多摆了嘛，哦，很酷啊，很酷啊，我现在被撞倒，你人滚动的话，可能不小心又扎到，就会更伤得更严重。毁损安全帽的行为，已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8条。阿妈先前就被罚过，只不过这样戴安全帽根本就等于没戴。这回老照片又一次被翻出来，其他造型再度引发讨论。记者张秋华、马家瑜屏东报道。